什么时候说过动工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什么场合我说过动工的？我哪一天说过要动工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动工的？飞摩天轮的进度到底是说开说明会还是动工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动工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什么场合我说过动工的？为什么有民进党的议员每天在唱衰，每天在扯后腿，就很不希望高雄进步的样子？我哪一天说过要动工的？在什么场合？正确的说法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外商要投入来调查研究探勘，研究这个商业价值，是有2到3家。我什么时候说过动工的？那目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就很不希望高雄进步的样子，天天搞抹黑。高雄进步，高雄市民生活过得好，不是大家快乐吗？每天唱衰是什么意思？说我说谎，我什么时候说谎过呢？就是有2到3家厂商，也有外商要来看，在爱河上建构一个摩天轮，做可行性评估、调查研究。我的正确讲法是这样子啊。